是多少买多少。差不多，所以就是说你在太饿的时候跟特价的时候会违反这个原则。哦，谢谢你们分我你买多少吃多少，买多少吃多少，那就会买太多然后吃不完，然后就会造成浪费。然后如果你选吃多少买多少，你就会吃饭饭啊，不会有多余的食物浪费掉。还有什么？请问你有什么时候会破例那个买多少吃多少？会造成食物浪费，然后会有很多菜场白缺，然后饿以后还造成缺流量。谢谢啊，谢谢。